很多人在日本人手上下落不明，关于他们的传言也有很多，我们连问都不能问。
啥呀？啥呀啥呀？看见啥了？看见啥了？你说呀！说话呀你！哑巴了？你看见啥了？什么玩意儿？说话呀你俩！说呀，你到底看见啥了？告诉我，你要急死我呀！兄弟，那是啥？我看不清，你告诉我那是啥？看不清？好事儿。看到排水管了吗？爬上去，有机会。结实吗？帮我看着点，试试。班长，哦，李三，好些吗？哎，我倒是不用了。这里啊。啊，对。西桑，我今天离不开你了。啊，我有个女儿，很可爱。不过下星期有个班要做实验，关于儿童的。抱歉，我只能告诉你这事。你明白，这一天迟早要来的。钟子班长，能不能想想办法？孩子还小。下来看看你干的啥？班长，我干的，班长，好人。蹲下，蹲下，蹲下！上岗没？上岗没？我来了！不是，不是！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不要开枪！你下来！
殺すのは簡単だ。だがそれでは資源の無駄遣いだ。まあ本人が生き急ぐっていうなら話は別だがな。少なくともこれで他の丸太たちへのいい警告になったろう。ここから逃げ出すことなど不可能だってことかな。全然連れてけ！おい待て！おい待て！全員！早く行け！ほら早く戻れ。谢了。要不当奶奶就是我。呀，快点！もっと早く現れなかったんですか？戦争がもう終わる頃にまさかハルビンであんたみたいな中国人に会えるとは思いませんでした。僕が今まで見てきた中国人は恐怖と怯えと感情が麻痺した混乱しきった丸太ばかりだった。マロだクイーンですわ。言いたくありません。どっちみちも意味がありません。僕は帰国することになりました。本当に知りたいんですか、マルタについて。あれが処理された丸太です。明日の今頃には君の友達も含めて全部あのように処理されます。606，我らだけはよせ。明天一早，你们都会被解决。按规定，今天晚上由一份加仓。安静的等待吧。你自己也有孩子，如果我弟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今天我当哥的给你赔个不是。
都是一个坟头的了，不用去过。你说以后会有人给咱理赔吗？上面会写什么？你想让他们写什么？抗日意识。明月，我们是抗日义士吗？
風向き西北3級温度午後20度夜15度はい。把白竹带出去，不能走两个，在那块躺。走吧，有人来了。你们带着物资往东走，换辆车跑出去，往西边跑，引开他们。好，要走一起走。为我弟弟，要活下去。我不是宋总吧？我他哥。如果我弟弟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今天我当哥的给你赔个不是。你说以后会有人给咱立碑吗？你想让他们写什么？抗日意识。我跟你走。这样，咱俩都得死。你们不都不怕死吗？站住！别靠！
半条命换两条，值了。伤口，孤独中等待多久？现实别回头，心手破下后会有自由，吹出狂的梦，重回不朽，向前走。